大家好，我是那个安徽省霍邱县陵水镇张庙村的吕千荣，吕千荣啊，双库吕千的千，光荣的荣，在推特、脸书、谷歌博客吕千荣的博客和这个博信博客吕千荣的博客啊，在美国的叫徐欢强，这都实名制的。我在在国内的以前，在2014年之前，在天涯论坛、互联网论坛。这个网易论坛，我是用实名吕千荣阿弟，或者中国安徽人说，希腊阿弟。后来这个2014年之后被这个中共那个全面封杀啊，包括论坛、博客这个微博全面封杀。我一直在这个控诉这个这个，喂，你好，是哪位啊？喂，你好，是吕千荣吗？是呀，你干什么？今天是省人民医院纪念图室，明天上午1点半不是要做个纪念图吗？有没有来的？我马上就过去了，马上就过去，那你赶快哦。就这，再见。因为这个，我从1995年怀孕，农民虎的案件受打击报复。然后1997年被江泽民批示劳动教养3年多，我直上二级，在安徽省保红劳教所小号大队集训中队，关押了我3年2个多月，在里面就对我酷刑迫害。然后就是说这个2006年8月份把我释放以后，他在安徽省保红劳教所里就把我脑子就给控制住了。在保红劳教所里就是说每天就是控制我脑子，控制群众脑子，让群众监控排我，就是劳教监控排我，说是江泽民批示劳教的。让那个是政犯，然后我2008年释放以后，就是说我们那个安徽省霍邱县陵水镇张庙村的村是老百群众都告诉我，到吕千荣，在你1997年被逮起的时候，陵水镇张庙村的镇村干部开村民大会的时候都说了，吕千荣是政治犯了，说他这个是这个江泽民批示劳教的，然后回去没有3个月，就是霍邱县公安局陵水派出所。强行填写让我填写两道重点人员监控表，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中共对两道释放人员的秘密监控排查政策。那时候的这个两道释放人员老改填是劳教已经不填了，劳教就是已经都不填了，因为和我同村的一个叫吕三红的，他在我之前晃的，他是劳教2年在南京，他回跟我同村的，他回去以后派出所就没让他填写两道重点人员监控表。然后就是说从2000年8月份释放后一直到现在，无论是我在我家乡安徽霍邱县陵水镇张庙村暂住谋生，还是我后来到安徽江苏到江苏那个常州无锡这个暂住谋生，有关部门都是长期一边控制我的脑子，同步控制我的电话，后来我有手机电话以后网络以后同步控制我的电话通讯网络，在以我右手包括我的录音笔数码相机这个和这个家的监控，他通过我家的通过那个我路由器可以控制我的监控监控什么这个包括数码相机等，然后就是说在利用我右手严重智商的特征长期对我进行这个脑控迫害，在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连我心里想的什么不超过5分钟，所有看到我的群众都会说出和身边人说出说这个我说的什么，说这个症状想的什么，说的什么，干什么要干什么，干什么想干什么要干什么，上面怎么拍的，上面要怎么拍的，上面怎么害的没害死，上面要怎么害死的，都对我这么拍的，所有和我接触的人这个就是包括在国内的在国内的同胞不跟我不认识的，通过电话联系的，口口微信联系的，还是用师太补，还是用这个你我包括买菜呀，所有接触的人，你如果用交通信工具联系的，不超过2个小时，对方所在的国宝都会找到对方，让了解我情况，说我是正不相正的话，然后让监控拍我，然后就都是这么弄的，包括我到菜场买菜，他都是这样的，你要到那家哪一家买了2次了以后，有关部门都会找到这个。就是商家，然后就是说让他这个对我就是说，然后让他对我进行这个这个公开监控迫害参与这个公安过往，对我进行公开监控排谋杀，
造成我在仅仅在常州暂住八年来，一直都被抢劫打伤，寻衅滋事打伤打残。交警砸我车，辅警砸我车，流氓地痞砸我车，交警扣我车，城管扣我车，对我和家人进行医疗排压抹杀，对我一次的进行机动车抹杀，我都有大量的证据的控诉的。仅我在常州暂住八年，就打了给市长这样打了上千个电话，给他报警电话打了几百个，他有没有超过十天不排压我的？大量的排列证据，我都拍了有多少个视频，我光在华的 YouTube 网站目前已经80多个视频了，把我全部作证了。中共公安国宝让他找地方让他监控排我的，我跟他地方联系的，然后包括我租房子，派出所地方所在地的派出所所长让黄东跟我委托，说我是政治犯让监控排我，这个全都说的，让我都用数码相机或录音笔秘密的给录音监控录像取证，然后都华县的挂的国际局的网上就有80多个，这个对我的这个大量的排害，我这个视频大概有200-300个差不多，我还都没上传呢，我估计我现在已经上传80多个了。他然后就是说这个2017年这个8月31号，就是我到这个常州银河湾电脑城这个买这个修数码相机，然后他有关部门劳工排我，在劳工群众公开监控排我，他派出所里就同步就通知这个银光电脑城，让他把我的这个数码相机这个荧光屏给弄保模式了，这个荧光屏这个镜头给插上，然后我去跟他交涉了，他那个银光运营经理申俊就俩人把我拽到地上，然后把我拖行，就造成我肌肉就是损伤，就是腰这个软，腰肌肉这个就有点疼，就腿疼。然后我报警，报警了以后兰陵派出所接警了。然后这个第二天，这个2017年11月1号，我到这个常州市爱苑杨湖院区去检查。一路上就是我刚出门，有关部门都一直到常州爱苑，有关部门都控制我脑子，控制群众脑子，看着我，群众看着我都说出来，说出这个症状要干什么，干什么，说出心里想的什么。然后对我进行公开监控排，然后我在常州爱苑挂了这个做骨科，到骨科以后这个到骨科以后这个，然后这个他这个这到骨科了以后这个有那个我到骨科了以后，他就说这个骨科的那个医生呢就让我呢就是拍个 X 光片，就是正切位腰部正切位片。然后我当时有大量的证据，他们是现场的监控拍我的，我都大量证据视频的我都要划出来。然后这个拍了片子以后，2017年10月1号拍了这个腰部正切位片以后，他们当时都说的要这个症状活不长了，已经把这腰拍着的内脏了，照的他活不长了。然后这个我回家以后，就是2017年10月1号我回家了以后，10月2号3号我就赶到这个深思养，从10月4号开始，就是我这个一直到今年2017年这个11月9号，这个我就是这个下肢就是腰部以下就感到麻木，双肢麻木，这个脚底板就是脚底麻木的比腿麻木的很，并且伴随着我这个性功能障碍，就是阴茎不能勃起，也是从11月4号开始，双下肢麻木，然后就是阴茎不能勃起。然后我在报过警了以后，我在大概是7号以后报过警以后，我就大概是我就8号，我在常州报过警以后，8号到湖州去了，这或浙江的湖州，有关部门控制我脑子，这同步控制群脑，对我进行公开监控排害，并且我在湖州第一人民医院治的时候，这个他内科的这个医生就是他郭宝也同步通知的，然后就说这个肾照这个 X 光拍个片照不坏人。照不坏人，说你这个有被排癌狂，在病历上把我写了，说你需要做精神病，到精神病医院说的，你这个是这被排癌狂，然后我就跟他交涉，我就说出了我这个被排癌的经过了以后，大量的他都知道了，他实际他都知道上面安排的，然后他就是不给改病历，然后也不给我改历，他也不给盖上他的签名，就是签章。他不该签章病历是无效的，他这个我让他给对我的侮辱，对我的参与的排害给他就是跑了，让找领导，然后找领导了以后，我跟他们反映期间，他们就报警了。后来通过这个湖州市这个那个叫什么分局，叫做徽营派出所，他们
后通过我的大量反映，包括并且包括我带到派出所来，我大量反映对我的迫害的事实经过证据，长期的包括群众给我作证的大量的证据，然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就说那指导员就说那你吕先生你也知道的，你这都是排害你，都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些情况你都知道了，那你就意思说你情况都知道了，就说就说这，他那你就到别的地方去看，我们这个地方小。然后我今天就来到杭州这个浙江省第一人民医院来看，然后他也是同步控制我脑子，然后再同步控制群众，丢进公开这样拍的，连那个我心里想的什么，当时都控制群众脑都说出来，看到我跟核实人说出来，然后我在这个他这个浙江省第一人民医院，我就挂了他的一个是这个神经内科专家。这和这个骨科专家，还有一个肾脏病专家、肾科专家，挂了三个。然后我先到了这个，浙江省这个人民医院找了这个，医生，叫做张庆晨的，就是神经内科的。然后我在这个秘密的给用数码相机拍这个他这个证据，然后他都控制群脑的，之前没进去看病时候都控制群脑，说的是诊断用数码相机取证，说的是排害他，医疗排害他，他要取证的，然后让数码相机拍了，然后我就在桌子下面，我在走，我在医生跟我说的时候，我在背地里走，我下兜给数码相机开秘密的开，然后在桌下他都看不到的医生我就拍，然后这个张庆成就说你手里拿什么，我说我在下面怎么知道的，就是说他然后他就看，他过来看，他说你我是双人让我关，我说我不管，我就这情况，我说我怕你们你们如果依法给我调，你怕什么？我拍你们论你为什么你不敢让我拍？因为我大量的有证据，我被赶到，就是说我有不能跟你们说的，我就大量的承受的苦难。我怕遭受迫害，所以说我都拍的有录音录像，然后张景成就说好，那你拍允许我拍的，然后我就给他就给我写了一周前开始出现双下肢麻木乏力，伴有这个性功能障碍、无爱变障碍，这个他然后就给我写了这个病例，写了这个病例之后，这个写了之后，他就给我开了一个叫做坐骨神经损伤这个测试，这个需要这坐骨神经损伤测试需要这个603块钱，我给交了会的以后，然后这个交了会的以后，这个我找不到这个怎么在哪拍，我就再找张景成，张景成就说我不知道在哪，然后我就走了，他就跟那个张景成跟顾客说郑子焕，我给他填这个。那样的病例上面都不愿意了，说我给他填了，不愿意了，别的科也给他那样填了，就是说包括顾客的也是按照他那样填的病例，然后就说的他都是摄像机在拍着，你如果你不给他他经过都在那，你不给他这样不给他填也没办法，说我给他做开了这个坐骨神经损伤，这个能查出来，他就被照射坏了，就是神经被照射到内脏了，他拍片了被照下的内脏就是神经损伤了，照坏了，这个是下半肢麻木和这个肾这个性功能障碍，就是阴茎不能勃起，他给他照坏了，他说的活已经活不长了，他说的这个做拍这个坐骨神经这个损伤这个检测，这个能这个就是说能这个能检测出他这个坐骨损伤的。然后后来我就问了这个找到了这个他那个心肌电科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说你当时不做不能上午就做，不能做不了，做了做不了，下午还继续做，我说我上午还有一个专家门诊肾病没有看的，你还下午还上午做不了，下午做那不如下午做了，当时他那个医生就说好可以下午做，然后他们就说那个如果他这个能检测出来。但是检测出来了，就是他这个是双下肢麻木，他花了600多来做这个检测，双下肢麻木能检查出来，检查出来了，他如果上午做，我们就给他如实写出来，然后下午不知道，我们再给他做，上面不知道让我们给他如实不如实写了，写的这个有麻木的症状，双下肢麻木的症状，
就是他们就这么说，然后呢就说这个，你如果不给他入职拍，人花了600多块钱，就然后就是这么说，就是这么说，然后约好了下午约好了，就是说我现在是在下午刚吃了饭就过来，还没去拍了，做这个基审伤，做这个这个作物身体损伤这个检测，还没去拍之前我就拍视频了。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这个我听到这个有关部门在脑控拍我，在脑控群的公开将我拍我，这个包括他浙江省人民医院的这个医护人员和所有我到这出了这医院到那个大街上去吃饭，这个所有的看到我的群众，都会说是正犯，因为我右手严重致残，又被他长期破坏下的心理障碍，觉得有拐杖，用这个右手严重致残等特征，对我进行脑控拍，在脑控群对我进行公开进行拍了。然后群众和这个浙江省第一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和这个群众外面的群众也都是看到，都会说说这郑德焕这个被共产党拍拍的照射的，就是拍片的照射的腰照射的内脏了，他这个双下肢无力，这个性功能障碍就是阴茎不能勃起，他在做这个检测，这个双下肢无力检测，他今天下午就检测了，这也不给他出具这个如实出具的这个双下肢麻木的这个证据，就是说你要如果如实这个填写了这个证据，他双下肢麻木的证据，然后就是说就是对我就是长乐爱院就是黄海科的对我这个拍摄我故意就是说照拍摄我器给我做的要政策胃片的时候，就是放大剂量故意照射了我的这个内脏，也有可能是用伽马刀照的，也可能是放大剂量照的，造成了我就是说已经到控制了，都说这症状被照得活不长了，就是说双击下无力，然后就是说这个性功能障碍，就是说已经不起了，说这个他今天下午去做。浙江省人民医院就是也不会给他出具他这个检测的证据，说是部分就是有一部分这个神经麻木的症状不给他出具，能检测出来不给他写上，如果他写上了，这个就给我拍片的医生造成我这个身体异常的，就常州的医生，就对我迫害医疗迫害谋杀的医生就会被逮起来，就上面不让给他如实这个检测结果给他。他的神经麻木，像双下肢麻木，检测的报告上不要写上，就是不写不给他写上有这些症状，就是写虚假的报告，说要给我这如实检测了，这个对我迫害谋杀的医生就被逮起来了，就是这么弄的。现在所以说我在没拍片子之前，我就拍下视频，然后向上在网上呼吁，刚才就是那个他那个新店江。浙江省人民医院的这个做这个坐骨神经损伤的检测的医生就给我打了电话，刚才网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就说到这里，这我大量的拍摄证据，我所有的全部都划在网上，我多次在国际网站控制的有大量的证据的，包括阴阳视频这我就现在拍到这里，谢谢啊。
啊，这是我拍的，大家好，这个我这是我拍的浙江省人民医院的这个，这个视频，现在就到此为止啊，我这个视频就拍到此为止，我马上去做这个，药剂损伤这个身体损伤这个检测，啊，谢谢大家啊，关注。